第一课，我生病了。这个周末你到哪儿去了？我没到哪儿去，我生病了。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上个礼拜我常常觉得很累，也不太想吃东西。看医生了吗？ 看了，医生怎么说？ 他说是感冒，没什么关系，不必吃药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 差不多好了，谢谢。 你感冒好了没有？ 早就好了。新年快到了，我们有20几天的假，你打算做什么？ 还不一定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家在乡下，我也许到他那儿住几天。你呢？ 我可能跟朋友到山上去滑雪。 你们怎么去呢？ 我们开车去。天气太冷，开车得特别小心啊。放心，我开车开了快3年了，我开得很好。Narration 上个星期放假，我到山上去滑雪。山上的天气很冷，我觉得不太舒服。我想，也许是生病了。回了家就马上去看医生。医生说我是感冒，没什么关系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他还说，因为最近天气冷，感冒的人特别多。 我听了他的话，就放心了，打算到乡下去住几天。